杯，你给我唱一人一人一人唱两首，一人三首啊，一人对三首，我看谁能够把我的心带走。先唱这个，先唱这个嘛。不要生气好吗？喂喂喂，我怕是真的。那个，我们所有女主播排在后面，一人给大郎唱三首，好吗？然后每个人都会安排到位的啊。啊，等一下唱小宝贝的调。既然那妖媚这样说嘞。唱吧，杀歌，喂歌歌，哦喂歌歌。唱吧，那山歌到哪家嘞？哥哥，妹妹歌。妹妹喝，我要泡茶给你喝。里面有地雷，有妖怪。啊，嘿，妖怪妖主来了，我不要。所有女主播一人给她对三首，因为人太多了，一直那个的，一把那个。所以家人们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赞好吗？家人们啊，大郎说，我在跟你告白过。要是唱出的真感情啊，可愿跟哥哥一家做一家做。我和你把三哥给你，是我的如意金。要是今生我不给你呀、啊，吃饭的入门太要跟太要跟，真的吗？是吧？那为什么不早说啊？你不理我，谁说？一天想你受这个梦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一直把美的放心中呀，想没想到的眼泪落，眼泪落。你家像我受折磨，
的老公，你给老公，老公，老公在，所以打电话就不敢。你就是我老公，我哪里老公啊？